就成了在日本。Hello， 大家好，我是雅丽。Hello，Sophie。Hello， 大家好 ，Sophie。对，现在是周六晚上，我们在华人街准备小吃街，准备晚上，就晚餐吗？对，晚餐就在这一条小吃街搞定。今天我带大家看华人街，让大家看一下华人街的晚上有多热闹。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晚上来华人街这边逛了，自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带着孩子逛这条街，晚上来逛这条街。晚上林先生跟我就是想要体验一把在这条小吃街上吃饱吃好一共要花多少钱，对比中国的一条小吃街，看一下这样子吃下来的话做一个对比，看看这边消费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国内要便宜。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疫情对于意大利人来说真的已经是没有任何关系了，大家也几乎多半人都已经不戴口罩。自从唐人街这边逐渐变成小吃街之后，一到周末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意大利人还有其他外国人会聚集在这里，真的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这一条正街将近有50%以上嘛，都已经变成了饮食店，就是餐厅啊、酒吧呀、然后小吃店。但是我觉得不久的将来哦，一定会达到将近80%都是饮食店，因为这个趋势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几乎来这边的外国人都是为了吃而来，所以餐厅的门口都坐满了人。我们晚上来这边，因为我想吃肯德基，然后我大女儿 Sophie 她想吃汉堡，然后林先生他又想吃小吃，所以我们最终决定了来华人街，因为在华人街可以同时满足我们三个人的要求。意大利这边的肯德基，他们的饮料是可以让你无限续杯的，任何，不知道国内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可以让你任何。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吃的这个鸡块，加这个，还有饮料，鱿鱼米，这样子的话一共是10欧元。我不知道中国肯德基的价位是不是跟这边也差不多。这边你买了汉堡对吧？是吗？对啊，然后你呢？买了肉夹馍。你们太晚了。有肉卷。好了，我们三个人吃了三个不同的东西。现在都是错的，跑回来了。现在我们就站在大街上吃吧。你这个是什么肉夹馍？不是，卤肉卷。牛肉卷。卤肉卷。卤肉卷。Mandy， 你吃什么呀？赶紧给他来点。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边走路边吃，然后在大马路上吃。Sophie， 你喜欢这样子吗？我要坐。你要坐，没有位置哎。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的美国餐、中国餐、中餐，然后我刚才啃了肯德基。从来没吃过这样的。那把肯德基量都不够。特别，就薯条而已，你不要搞到你没吃过薯条似的不？哎呀，我想吃这个，这个。你要香肠吗？是不是？要的，要的，是不是你要香肠吗？武汉好吃的。赶紧端过去。先生不要吃了，扁扁就吃不了了。好，来拍一个。
你还点了肉丸汤啊？哇，你要干嘛啊？今天大吃海喝，老板可以的，对，谢谢。好，喂，好好吃。好了。哇哇，是不是有你喜欢吃的香肠啊？还有。好吃吗，苏菲？我第一次。球菜。球菜。放过。你没放辣的。没有放辣的。怪不得味道已经坏了，里面是甜的，外边没那么好吃。我吃了烧烤的感觉印象不是那样的。这是铁板烧。嗯，不是烧烤，那我们去下一家有个烧烤。我们吃完烧烤。吃完鱼丸，接着我们再去下一家吃。我们接着往前走，再看看有什么吃的，我们接着吃。其实我已经吃了，我撑了。你撑了，妈妈吃了也有点撑了，你爸吃的更多。你爸好像还能吃很多的样子。其实华人街这一条街最忙最忙的就是前面这家饺子店，前面这家饺子店永远都是排队的，就这家饺子店。就是一家人非常喜欢吃饺子，然后前面有前面这一家是喝红酒的，然后右边这一家是喝啤酒的。在疫情之前啊，政府是不允许餐厅的桌子摆在大马路上的，就算去申请也不容易批。疫情来了之后，因为需要距离，所以政府就允许餐厅啊、酒吧，还有一些吃的，就允许他们可以把桌子摆到门外去，所以就导致现在这些画面，所有的餐厅啊、咖啡吧，把全部的桌子都移到了大马路上。如果不是疫情的原因，真的政府不可能允许这些餐厅把这些桌子摆到大马路上，那是巨额的罚款。现在林先生进这一家奶茶店买一些喝的。在吃完之后，我和林先生算了一下，总共我们消费了多少钱。晚上就我们这样子吃下来，我们三个人一共花了将近80多来欧元，相当于600多来人民币，比我预期想象的要贵一些，因为我觉得小吃吧不至于这么贵，吃出了餐厅的价格。就小吃这一块，我觉得国外真的要比国内物价要高。我印象当中几年前我跟林先生在中国，我们那边嘛，温州那边，一条小吃街上，我们也吃得非常饱非常撑，吃了很多喝了很多，两个人总共消费也就是200-300块钱人民币。晚上这么一算，顿时让我和林先生感觉在这边只能吃得起餐厅，吃不起小吃。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点的这个。刚才谁说吃得很饱了？我们真的吃了那么一大碗，吃了很多很多，但是竟然今天放肆了，就放肆到底，接着吃。现在我这个是芋圆，来，稍微帮妈妈打开。你直接说吃年糕呗。芋圆。哎，哦，还有一层，拿着，哇，好，想你了，要我再来看一下这里面，料好足啊。妈妈，这卖多少钱？4块。这4块钱？嗯。4块还是6块，不知道，不记得了。我觉得应该6。我们现在吃饱喝足，打道回府，
肚子，所以你吃撑了吗？啊，所以往上比肚子，看，一二四。你爸的肚子这么大，所以你有没有吃撑了？没，看他还扁呢，再吃点。他说他吃撑了，我们去前面再吃个铁板烧。不是铁板烧，再吃碗拉面什么的。不，吃点拉面喽。是不是我这里呢？麦片吃光了，再吃点甜品啊。实在是撑不下，说不定说啊，把这一个礼拜的饭量都吃了。嗯嗯嗯。